廖小乔身披美乳，嘎孙云云露背，观影怕冷，死守外套。你们要脱外套？不可能。哎，观影，你这样不够意思啦！看看其他一同出席《看不见的晚餐》慈善晚宴的嘉宾们，你会后悔哦。有没有再给观影一次机会？所以今天都不要拿下来了。不，真的，你又冷，然后现在又虎背熊腰，你别闹了，你不用再拍了。好啊，拜。这个被子是也是蛮凉快的。我们今天是 charity， 我有一颗非常温暖的心。那廖小乔的心应该是最温暖，简直是个大慈善家来着。现在紧张了吗？来，妈妈会觉得太辣吗？还好啦，因为他毕竟是高龄，啊，这是不高龄，我让赖。OK， 我们误解了，抱歉。报道。